一个长袖的一个洋装配上一个短纱裙，纱裙其实蛮好用的，因为夏天很多人啊，他想要走一些不一样的风格，所以我们在卖场上搭配，我们里面是给他穿黑色内搭裤，然后呢，纱裙你也可以把它拿去当你自己的小短裤、小热裤，然后这样就非常非常好看，它是一个若隐若现的感觉，而且呢，这一套是大家最喜欢的 MIT 的款式哦，它呢连网纱都是微弹性的，然后外面这个网纱是可以穿到 XL 的，然后长度呢非常非常刚好，从小资女孩到高个是全部都适用的。来，它本身其实是一个 set，就是会有一件这个黑色的洋装，在大马的话晚上可以穿，因为我发现大马晚上还会下雨，是那种一阵一个小时的雨，然后突然就没，而且非常的大。好，台湾的话是非常适合这一件，不论是什么天气我觉得都可以穿，它虽然是一件很简单的衣服，但是穿起来就不会像睡衣。如果你想要腰身，家里自己有绑绳或是腰包的话，你可以自己绑起来，这一套完全不用烦恼，就是我只要把这样 set 穿上去，我觉得我整个人就超美的，然后也不用动头脑，就这样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洋装，然后再配一个网纱，然后你可以穿中腰的位置，这样子其实很简单，穿一个小白鞋、球鞋你就有三七的比例。上面这一件是薄长袖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它很热，它没有任何的发热作用，它就是一个薄长袖而已哦。